然后你这边要打掉啊，这边要拆起来。反正我看不到。你这边都要拆起来，不然他会卡在这里，他又认为这里也是输出点。这比 1.8 还猛欸，天啊。这样好了。然后这边要说输出吗？还是啊？哦，现在就有了吗？哦，有了欸，好棒、啊！嗯，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感谢。那我要回去了，这里好远啊，3000多格，好远。嗯，好，问题解决了，很棒。我先把一体打掉，好了。还是会加超次，感觉好剑打比较好欸，这那就好快、我说刷怪啊，一群怪的话，因为西洋剑只能单体点了、小蚯蚓。这个到底是小蚯蚓，我需要这个。你秋了，已经被你秋了。蚯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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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蚯蚓 ，nice！ 救蚯蚓，更多的蚯蚓。那他到底是给爱死还是给超自然啊？为什么不用砖块的？因为我怕等一下卡，就是卡，因为砖块要9个嘛，假如你8个，它就卡在那边啦、啊。是啊，对啊，还不如用定的。这个吧，对这个。好，我要耐酸铝了。好、哦，铝矿。大板算顶端还是其他部件呢、啊？大板，就是我们锤子不是两个大板？其他吧，算其他部件嘛，部件也是顶端的、啊。你是做什么武器啊？锤子啊，锤子不是两个大板，锤子中间那个才是算你顶端吧？那旁边两个侧面那个大板算其他部件，应该是吧？我不知道。要包多背包可以？不知道。做看看就知道咯，啊，再随便拿一个大板进去就知道了嘛，真聪明。定就是一个一个啊，所以它不太会有卡的问题吧？那我还是会卡一半、啊。你怕卡的话，就是用力啊，一粒一粒的、啊。力更惨。我是想用定就好了。你要那边隔音弄。蚯蚓在哪？好帅啊！我可以把马拉慢慢的。可以耶，这蚯蚓这样放可以耶。这里放一个箱子来放作物的东西好了。有挖掘等级不知道。基数的话应该是还好啦。基数的话它就是它会直接跳到下一个矿物啦，不会怎么样。然后到时候3个矿物都卡住。卡惨超惨。对啊，我刚才把那把刀留下来的。什么盖蒂弗雷格？哎呦，看看，超自然，用1499刷算呢、欸。可是你们用1499刷，你拿不到多少。大板算顶端呢、欸，它不是部件呢、欸，它是顶端，所以这个3个顶端可以用。哇哦，那我可以再找一个工具。我来吃会让人晕的橄榄了。为什么这样？他干嘛还吃它？对啊。怎么 end？ 冲冲那个水果。你可以吃酸呀。有点健康的水果吗？它很健康啊。多东西可以吃是一个会头晕的。只是画面会呛呛的而已啊。那就是不健康啊，还在骗人。
等一下要那做出来升级啊？回去了吗？还没。这样做出来的是菇，没错。OK， 菇缺员工吗？阿乐不是阿神那边的吗？什么员工？我不知道。嗯，因为今天好像是，今天好像是阿神那边的 mod 吗？妈妈妈妈，怕我怕讲错。妈妈，等一下，我昨天有人说，我怎么好像在哪听过繁星这个名字，讲不起来是哪里听过。在你的台讲吗？没有，在我们吃饭的那个地方讲。哦，对吧？嗯，我就说你看吧，我就说我过气了吧。小，哇，好，哎呦，十点半了，好快啊！超快啊！对啊，该关了啦。收东西就是这样。我去挖矿好了，到十一点嘛。嗯，就聊一聊，默默的，时间就过去了，真的。蚯蚓要放在外面啦、啊，蚯蚓怎么会放在里面？哦、蚯蚓是外面的东西。哦哦，这个好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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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动收割，我不用做自动收割啊，我做物料只是拿来做食物吃或是养牛羊而已啊。嗯，我没有要做其他的啦、啊，我没有要做什么食物模组的东西啊，我没有那么麻烦。嗯嗯嗯，哇，这样好方便了，我可以把鹅卵石还有那些安山岩什么直接都传回去，剩下的矿物都直接在我身上啊，赞哦，方便赞哦，这稿子好容易坏哦。你的耐久很低是不是？超低。不，我的黄金跟什么龙了？哦，跟银龙了，变成琥珀金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喷火？你怎么会喷火？是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打我那么痛？你怎么打我那么痛啊？越来越快，挖方块石越来越快。哎呀，可哎呀，可是菇很难挖吧？不会啊，菇地狱，我刚才挖随便挖才挖了三个而已。他怎么打我那么痛啊？没有很多而已啦。嗯，对啊，我这池三个都有，而且超级多。我已经做了，啊、白痴哦、喔！他是打我有反甲，我打他越痛，哎呦喂呀、啊！你快被自己打死了吗？对啊。嗯，稍一下。迂回一下，迂回一下，挖回线。古代机器人，我记得他是什么鬼的？那时候说很像雷吉艾斯那只啊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什么古代傀儡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现在六个，我主要又有大小。哇！哎，哇！哇！不！我突然想起来说，垂直有伤害。有啊。还没挺高的。还不低。这样，哈记。嘿、hey, ，你在地狱吗？要不要这顶帽子啊？你在地狱吗？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？戴上去。头盔。他带你去夜市。哦。可是我说你发，你整个，你也发亮啊！发光，你带的时候你也发亮哦。对啊。居然我不知道、欸。头顶发光吗？什么光？绿光。什么颜色的？白痴。如此美妙。如此美妙。指引我们绿绿的未来。白痴啊！未来了。不要绿绿的好吗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夕阳剑不能配战斗这个啦。
怎样？你举盾还会从后跳啦？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好可怕！我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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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跳。我想说帅气举盾，然后一直往后跳。啊？这什么猪人？好可爱的猪哦！他要开始揍你了，小心了。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？没揍啊。啊，没有，真可惜。我想说你跟猪猪一家。你为什么那么希望你的朋友被猪猪揍？不是啊，他不是跟猪猪一家不是很好吗？你又知道猪猪一家。不然那些不是野猪，那些野外的猪们，你想说什么？哎哎，怎么会是牛跑过来？牛地狱怎么会是火焰牛啊 ？What the fuck！ 我刚才遇到火焰羊啊。没事没事，莫慌莫慌。想不到为什么一直跳着走了吧？知道为什么了吧？想不到吧？要换武器了，对啊。哦。哎，干嘛？哇！蝙蝠咬人，鸡，鸡会咬人。你是不是跟动物朋友不友善啊？我才没有。你才没有动物朋友。是那个。有一点点。我矿挖不太起来。师傅，请加油！师傅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关台了，加油！加油好吗？可以帮我说声加油吗？加油！太爆了！你刚好要骂脏话哦。你有没有遇过？就是在西门町那时候，这种不是有那种，可以帮我说声加油吗？很多这种的、啊。好了，这我不知道。然后这时候你就先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用尽吃奶力气。超大声的，声嘶力竭，然后直接攻审，大家，大家都往那边看，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位同学需要说大家说一声加油，大家帮他加油好不好？直接攻审，那这里的话这样子，一二三四。好，可以回家了。有玉米种子，不过现在不需要。我忘记祭坛要多大了，十应该不够。IMP 是恶魔，所以刚才猪猪是恶魔。imp 恶魔猪叫丢脸，我不怕丢脸啊。主要丢脸是他这样子，大家都知道他在做这个东西啊。两层三，这样丢脸的是他。如果附近有警察，他可能就是诶、欸、对。五层，来，我来发礼物了。要发什么？发礼物了，在线每日礼物吗？在线一小时礼物。他自己拿过了。在线。他自己拿过了，今天拿过了哦。你今天登录，你拿过了哦。哇，这什么？我的第一套装备。哇哦！这是什么？哇哦！你会发亮耶、欸 oh, 我看一下、這個。哇！你会发亮啊！你好亮哦！我带大家一起发绿光吧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好方便哦。你这是什么啊？哇！真不愧是去过夜市的男人，还去过地狱的男人。不愧是自己去夜市的男人。对。还有什么绑定结？不讲话了啦。发光的。大家，这是小吃小吃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好不好？好哦。明天还有吗？啊、明天我不知道，无量看我有没有那个钱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，不够，这是十一格吧？话说影子先生有直播吗？你说我现在做这个吗？差一个，好。哦、他直播时间是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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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对吧？而且是十一乘以十一的啦。哦，不对，是一边半径十一。那凝固时间好久。嗯，是三乘三是不是啊？那个角黑路不一定，一个也可以，极小一个也可以。改版过后，改版过后可以。
所以以前这三个，我记得以前一定要三乘三。现在不一定。然后小小，可以弄很大吗？十一啊，我这样回答你了，十一乘十一。好，因为我以前都是三乘三，然后盖超级高，跟一个烟囱一样。可是因为以前大家都一样啊。我看是说上限无上限啦，高度无上限啊。有啦，二五六吧，那个啦，伺服器的高高度。哦，蛮快的。哎、欸，它是不够啊，加号三，看不懂。哇，你捏一点好了。我绑还是我绑定结不一定要用纸啊？不一定啊。它上面写三呢，可是我丢了好多纸上去，它都不够。耐酸的，因为它是。